另外再来就是说，正道解题比较少，others 啊，有时是，这我可能要看一下哈，不知道同学在写什么。那主要就是这两个哈，所以基本上还是以那个一大概一半哈，大概 Java 一半，然后 Android 一半，OK。再来的话，曾经上过课程，好像最多的是看起来是资料 Places，所以大家对资料库好像也不陌生的哈。那再来的话，其他还有像 VBA 也有。还有像什么，VB.NET、ASP.NET 哈，这边也蛮多哈。OK，那有四个同学有上过这个 Enjoy 部分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什么样的 Enjoy 方面的基础的比较少一些些。那选课动机呢，大部分都还是自我成长啊，所以大部分同学是想要自己可能跟工作没关系，但是想要多学一点哈，然后兴趣啊，很喜欢学。追求新的技术，OK，然后担任班长有两位同学，那就刚刚好了哈。那这两位同学，我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太好了哈，因为前一个班呢实在是没有人愿意当哈，那所以呢哈，没有人愿意当，我就再要去设计像那问题，我就再弄一个东西好吧，来线上投票表决，好，现在那些也是蛮麻烦的哈。OK，然后呢学习动机。兴趣，主要是，这个有，刚刚已经有讲过了，OK，然后未来应用的领域比主要是在城市开发工作，一半的同学，所以蛮多同学对那个城市开发工作还蛮有兴趣的，其实这部分也蛮缺人的，我不知道，其实这个一直都很缺人哈，一直也找不太到人，那薪水待遇其实都还算不错，都有一定的水准啦，说真的，我大概问了一下。毕业之后，或者是一些学成之后去找工作的状况，大概都有，大概都差不多40K，至少都是基本的起薪行情，所以但是之后的那个就是调薪的这个幅度也还蛮大的，就是看他的这个状况然后是否有智慧型手机，只有一位同学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哇，那占95%哈，所以占有率相当高，在跟前两年比起来的话，简直就是变化太快了。在前年大概是30%左右，去年大概已经到一半了吧，